这是四尺的各种裁剪尺寸。我们经常听到一些宣纸尺寸的专用术语，今天我们把它说清楚。最左边依次是四尺四开，把一张四尺竖着切成四份。第二张是四尺三开，切成三部分。第三张是四尺六开，是四尺三开的基础上再分切。最右边是最常见的四尺斗方，斗方就是个正方形。下面这是四尺横幅，或者是叫四尺横切。一张四尺的宣纸，它是八个平方尺。这样我们就大体了解了每一张裁剪的尺寸是多少平方尺。